320雷丸，这个雷丸中药房都有的卖。好，雷丸一般来说小儿科的时候使用，小孩子的好，我们用的儿科好。一般来说雷丸可以做膏，做成药膏涂在身体皮肤上面。好，那你看雷丸的性味，味苦好咸好，性寒有小毒，一般来说就是小孩子杀虫好，杀那个食物消化不好，我们有雷丸好，有杀虫，做这个使用最多的就是蛔虫，好蛔虫。